这场接近应该当属周启豪。哎，周启豪，三大战力前三场。可能王浩主导跟小胖更熟一些啊。这个，但是二位对小胖的了解，因为上来刘能说已经是4-0领先了。你，对。 0-2的话结束了，是。哦，漂亮，挺漂亮。谁知道学学当年这个巧劲儿是不是会好一点？每个人打法不一样。那我还应该跟他学一些实力呢。再不说，啊，他都已经把自身的90分了，他再把别人最好的东西再学过来，就是发展到已经可以怎么说呢？ 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年代，其实那个时候中国队最好的都是郑州非常好，反手相对来讲会薄弱一些。现在运动员很多都在反手，现在都说的地表什么什么了。今天我看刘春训练，我说你是地表最快的，地表最，就已经意识到他们以后成为主教练了是吧？万一赢了麻烦大了，对，难受了。是，第一局赢了很轻松，现在第二局3-0领先。 哦，小胖这局地表最实诚的人，哇！哦呦，这打疯了，真漂亮！马龙打刘宁硕是一样，越打越有了，对，真的越打越有。 哎呀，这样的话，刘丁硕10-4再拿一局，2-0战胜了樊振东，在。